为了感谢会员的支持，新港老人会每年都会举办敬老活动。过去两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将聚餐改做送礼品的方式。不过随着疫情受到控制，老人会今年的敬老活动，除了为今仔日开始，伫咧新港老人会开始发放会员的礼品以外，伫咧昨昏嘛，甲高雄永安老人福利协进会、甲陕西老人会伫咧新港的餐厅联谊，交流彼此的感情。今年新港老人会敬老活动相当特别，除了发放物资以外，搁加甲高雄市永安老人福利协进会、甲陕西老人会办理联谊活动。新港老人会理事长吴辉雄表示，今年也是以发放礼品为主，并且扩大甲其他老人会联谊。咱提早办啦吼，啊，搁嘛中秋搞嘛啦，中秋联谊啦吼，啊，搁咱长青学院吼的成果展啦吼，叫咱长青学院的成果展，搁咱永安老人会大家有咧交流吼，啊，话嘛一台游览车来参访啦吼，啊，搁咱公所咯、农会咯，大家做一摆安来聚餐、来联谊安尼吼，啊，今仔日。今年咱中央的物件有发2500分，中央65岁以上的会员有2500分，咱原来今日煞做一摆发的安尼啦吼，啊，算讲咱老人会都会员有3000几个啦，但是咱无收年费吼，咱拢无收年费，咱每年拢有中央拢有发放中央敬老品啦吼，啊，以前是伫。咱福安宫办桌啦吼，啊，福安宫就是因即摆咧整修吼，新客大楼无法度通用，咱即摆改换发物件安尼吼。今仔日是咱新港老人会举办即个中秋吼，啊来啊对咱表达讲咱对咱遮中秋的敬意，嘛感谢讲咱的理事长曾江树上感端呢，一直拢甲咱新港老人会，咱是大人的权益，甲福利顾了真好，啊嘛感谢咱台电公司吼，啊来经费来赞助，吼咱今仔日这场活动会当办了，啊真澎湃，吼咱的是大人吼，提早过即个中秋节，大家拢感觉真欢喜。啊，今仔足欢喜来参加咱新港老人会啊所举办的会员大会啊，甲餐会吼。啊，不论是咱陕西人或甲新港老人的，啊，因为拢共一个地区啦吼。啊，所以老人的业务拢咧互相咧支援啦吼，拢咧互相互动联谊。啊，新港老人办得非常好，而咱吴会长吼也办得啊真热心真好。啊，今年间我听讲要去发放物资，互咱新港乡的会员。哦，所以这特地阮陕西人来借鉴啦吼，来学习的所在。所以联谊吼，都要兼学习安尼啦吼。迄阵啊，永安老人会非常的这个欢喜，啊，受到咱新港老人会这个理事长的邀请，啊，这个热情啊，使我非常的感动啊呢。啊，所以吼，今仔日啊，我啊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来参加啊咱这个新港老人会重阳节，啊，最后啊，祝咱两位。诶，这个老人会隆重的时候，心思事成。联谊活动当中，也阁邀请中青中者发表学习成果。新港老人会表示，目前65岁以上会员大约有2000多位。会员物资发放从今天开始，每天会发放700多份，若是后日到期那天没领到的人，可以向老人会请船。新中华新闻李美宏新港采访报道。